量，我们繁忙中只有这些东西，希望大家可以谅解。我们是真正的把你们接到回国回家，有问题可以举手告诉我，我会全力帮你们解决，好吧？欢迎大家回到祖国，欢迎回家。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理解，你们辛苦了。如果到时候只能出去，我们要红色啊，大家一定要夹好，一定要夹紧啊。现在准备下机了，因为我在前面测体温测的比较快，所以可以先下机。我没想到机舱外还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护照，准备好自己的护照放在手上。我这个我准备的，你说我存好，我存好。自己要收吗？你坐十七啊？十七，这里是？啊，你坐。一下飞机就接到酒店去了，现在正在去酒店。我这个动作很迅速，可以出发了。不是你家是哪里的？我家是住广东。啊？我家是住广东。广东的。对。辛苦你们了，辛苦。你好，欢迎回家。你好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呀？李威龙。没事，您可以您好。李威龙对吗？刘威龙。刘威龙，给您量个体温。14343。体温36.1，然后给您消毒一下双手。您有行李托运吗？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，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行李的登记。好，然后那边可以取房卡上去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您房间在13楼，您的行李6小时之后会送到您房间门口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了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好，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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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稍哦，好的，谢谢。终于回到酒店，感觉在飞机上没有睡好，因为前排的乘客小朋友一直在哭，所以现在头都晕晕的。回到酒店，回到房间，好好睡一觉再说。整个过程十分的谨慎严谨啊，这边的工作人员好多啊，辛苦他们了，太大阵仗了，把我都有点吓到了。我这个全都拿这个薄膜贴起来了。哇，这个地上都贴了膜，墙上贴了膜。备了2箱水，给这个隔离期14天备了2箱水，备了2卷纸巾，每日给您提供3箱，工作人员会准时送到房间门口，还有个体温计。做的太细致了，也只有我们中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，我觉得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不重视。然后厕所里边准备了什么？准备了消毒片，还准备了洗衣液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2条毛巾、牙刷、牙膏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，这工作也太细致了。